域 Mavic Air 入门教学，如何进行 IMU 校准？校准 IMU 前，请将飞行器机臂展开，放置在水平桌面上。为确保安全，建议拆卸桨叶。运行 DJI GO APP。当飞行器和 APP 正常连接后，依次进入飞控参数设置、高级设置、传感器设置，点击校准传感器，点击开始，进入校准界面。校准过程请参考 APP 界面图示放置飞行器，按顺序校准飞行器的六个方向。校准完成后 ，APP 界面会有 IMU 校准成功提示，表示 IMU 校准已经完成。如果您的飞行器 IMU 校准失败，请重启后按照图示再次尝试校准。以上就是 Mavic Air IMU 校准的过程。感谢您的观看。